用 vivo X9 看林子大了，看个美，拍照更美。祥子，干啥呢？哎，郑姐，哎，郑姐，不是你这啥造型啊？啊，我这那个脚有点疼，我这么走路不是轻省点吗？你脚疼捂那儿干啥呀？哎，啊，我这个是，这不是刚才我在吧台我干活，那个大林在我旁边一直哼唧唧，这我一激动我就，啊，大林干的呀？啊，这孩子，你说。哼哼唧唧也不分个场合，是是是，瞧把我们祥子给激动的，你看。不是，静姐您误会，这是牛奶。哦，牛奶啊，啊，还挺会玩啊你们。不是，您看您怎么那么腐啊您？我不是，我跟你这么说啊，刚才我不是在这干活吗？大林在我旁边一直唱歌来着，这一唱歌我一害怕，这给我吓的，牛奶撒上的了。哦，哎，大林还会唱歌呢。这不上回吗？啊，上回小真儿。什么参加选秀吧、啊、这一回来啊大连算爱上人家了，这不这么荡漾啊，您听您听您看。真假的呀？可不嘛。哎呦，我就觉得他俩一直挺配的，你看。哎，大林没跟你说啥呀？大林觉得心里没底，怕自作多情。有啥自作多情的呀？是啊，他俩也到岁数了是不是？行，姐心里有数了。过两天中秋节了，咋过呀？那玩意儿咋过呀？正常过呗。哎，要不请你吃个饭呢？咱俩多少年没搁一起过节了？吃饭呢？嗯。啊，想想吧。现在是装的。哎，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碰见祥子了，这家伙水到尿裤还跟我爸爸说了个事儿。水到尿裤啥玩意儿？咋回事啊？俩事儿啊。嗯。水到尿裤呢，是祥子把牛奶撒裤裆上了，白不呲啦的。拉倒吧，别说这，我恶心的。第二个事儿，大林看上小珍了，这事儿你知道不？啥呀？大林看小珍了？啊？不往上班瞎干啥呀？整那些没用的，好好说话。那啥，我觉得大林吧挺不错，那小珍咱也都知道，那是个好孩子，是吧？我就想，你说他俩要能凑一对儿的话，得多带劲儿啊！啥钱的事儿，我咋不知道呢？你这一天稀里马哈，你知道个六啊你？哎，那啥，大林自己现在心里也犯嘀咕，他不知道小时候到底对他啥意思。你说咱们这帮人能搁旁边帮忙使使劲儿啥的不？这扯犊子！人俩搞对象，咱俩使啥劲儿啊？那咱咋地呗？哎呀，不当上班就得了。嗯，你。反正你一天天的呀，操的心比我还多，是吧？那怎么还操心？是，你说我怎么那么爱操心呢？我懒得说你，哎，是毛病吧？那可不就是毛病呗？那这咋的呀？干啥呀？不是自己家孩子呀？你不能办点好啊？咱不帮忙谁帮忙啊？干啥呀？吃猪耳朵呀？你自己下手是咋？怎么的？帮还不行吗？帮。我吧是这么想的，行了，你别跟那儿磕手了，快快，
着急忙慌给我叫进来干嘛？有事儿。嘿，你这答案够前卫的啊！是，你这是打算犒赏三军是怎么着的？对，那我忙活的过来吗？我不是没干出来啊，祥子。不是我，小伙儿那腿毛挺重啊。那是，咱是男，你管着管不着你？那不穿裤子呀？不是我说借你裤子穿上。不是你自己有裤子，你借我干嘛？你工服呢？嗨，这不昨儿吗？我昨儿下班啊，把裤子送干洗店了。后来约一妞吃饭，折腾一宿，今儿早上起来也没起来，这也没来得及取，这没得穿了吗？那啊，送干洗店了。是啊，啊，还约了一妞。是，折腾半宿啊，一宿都没起来。对，嗯，想起我来了。对。别的呀，爸爸，嗯，你还爱答应？你叫我小名干什么？不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咱有点团队意识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说我穿的跟维密走秀似的，您脸上也不好看呀，是不是？你那意思，团队意识，我跟你一块走秀去？对，不是，那不就一块抗上三军去了吗？那不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借我裤子穿上，我还做咖啡呢，一会儿。不是，不是说我耍奸不借啊？啊，我那裤子你也穿不了啊。哎呀，那也比光着眼的强啊！啊，成，你要乐意呢，我也满足你。哎，谢谢啊，兄弟。没事。哎呦，兄弟，哎呦，拿着，没白疼。行，谢谢啊。疼我了你，自便。成，好了。哎呀，这，这什么小汁儿的呀？这个。弄什么呀？啥问题？自个家吃饭这啥岗啊？坐下。我也得坐得下呀，我使不上劲呢，这。祥子，站一天了，坐下歇歇腿吧你。郭德林，你给我闭嘴啊！都赖你，知道吗？你说要不是你，哎，我裤子能湿吗？我能穿一天你这童装吗？你看这裤子，这裤腿儿，哎，要不咱众筹给他买点钙片补补得了？这马上也中秋节了，咱拿点礼物好不好？祥子，要不说这中秋节我还忘了。中秋节你们都打过呀？哎，咱聚餐怎么样？聚餐啊？不是，啥意思呢？这不快中秋节了吗？我跟那个秦静啊，我们也寻思商量，这家伙大伙儿你说这么累，啊，过节应该有个过节样，不是应该有点气氛吗？对。当然，大林呢也来挺长时间了，一直也没说呀，吃顿饭。这个沟通感情啥，大连啊，方方面面的，对不对？不都挺好的吗？然后那个我跟秦静也琢磨了，过节咱们就放一天假，咱们自己整桌饭，整点菜，喝点，热闹，咋样 ？AA 吗？我请。哎呦，吃肉，来，我请。但是你们也不能空手套白狼啊！干啥呀？张总有事您说话啊！那你还把他架回去？不爱吃这扁豆吗？张总，我得跟您告一架。我爸让我上我奶奶家去，反正说看看老头老太太什么的。您看我能不能去吧？没找新的干嘛？为啥吃顿饭呢？为啥聚会啊？啊？我好赖着他，你损孩子干嘛呀？吃着饭，吃，往里头。我啥意思呢？你说中秋吧，咱不得有点中秋的小气氛吗？对不对？那电视里边不也有个中秋小晚会啥的吗？啊，咱也整一个呗，对吧？搭个舞台，整个小晚会，把大伙也都出个小节目啥的啊。不是，这出节目吧，这反正这是好事儿。你像我姐夫，像小珍人本来就会节目，然后这个。我呀，大林就废物点，那什么都不会，这怎么演呢？这跟会不会有啥关系啊？你想演啥演啥呗，咱自己就图个乐哈啊！到时候那个俩一组，啊那个互相添堵，啊爱演爱啥 ，OK？ 不 OK， 张总，我呀什么都演不了，我什么呀？不去就花饭钱，我什么都能演，这不就得了吗？能演，俩一组，五六七，三对半呢。咋的？七个人俩一组啊。嗯，这样吧，演节目我就别跟着起哄了，我还负责饭菜，到时候我呀给你们做饭，给你们炒菜，好不好？
高风亮节啊！你这是高老板，这家又买菜又做饭的，挨多少累啊？那哪啊？你再等会儿呢？又买菜又，不是你没听明白，我是做饭，做饭不是买菜。刚才说又买菜又做饭啥的，没有，那是你联想，没不是我联想，做饭做。你想想啊，那玩意儿菜啥的，你别人都买不好，你直接买完就做了呗。你大股东，你这方方面面的房东啥的，你我买菜啊？啊，行。我买就我买，对，过节了，都是我收了。这个菜啥的也都整妥了，没问题。咱们呢，小聚会啥的也就准备。这么着，先分组啊。强子，我看看去啊，分了啊。炒豆，越炒越臭。不是你俩平常整的挺好的嘛？啊，你俩一组，我看挺好。不是怎么？得，我跟那个秦静，我俩一副价，你跟老高跟灶台一副价。太强了，我还是这行了，我得抓紧，我就整整是事儿。我不跟你聊啊，我涮口菜，我走了。到时候咱再弄个肘子，对吧？我跟你说，今天还是太素了，怎么还素呢？没有肉呀，我咋不是啊？哎，郑总也没分配我跟谁一组啊？咱俩一组。啊！来，吃个木耳。跟着我啊！哆瑞咪发嗦。哆来咪发嗦，行吗？挺好啊。是吗？特别准啊！再来一遍，可能会更好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学弹钢琴去了啊。那哆来咪发嗦，很准。比刚才还强了，比刚才还好，多练几遍。我进步这么快，对的。哆来咪发嗦，再来一遍，挺好。刚才就是已经很稳了。哦，在。哆来咪发嗦。哦，对，咱俩好像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很像。哆来咪发嗦，哆来咪发嗦，哆。哆来哆咪发，还挺有意思，这是罚站呐。哎呀，行了，赶紧开始吧。我姐夫那儿弄了两本白日会的文本，我姐夫说就咱俩这基本功，把这念顺了就算演出成功。那咱就念不就完了吗？排什么练呀？得了吧你不要脸我还要呢。哎。这么多词儿啊，多新鲜啊！非说什么相声啊，真是跳交谊舞也行啊？你有这腿吗？那我更不行了，我。赶紧！哎，你先等我一会儿，哥，等我一会儿啊！哎呦，你要干嘛呀？哎呦，哎，这样还行。哎呦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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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。不是啊，来吧，开始吧。什么就开始啊？啊。哎，少爷。咱这是演出白事会啊，不是干白事儿，死还挺安详。本来眼睛就不大，烧的时候睁眼闭眼都看不出来。我想你依然在我房间。来就疼我，前面不好好的吗？怎么一下打回原形了？我，咱们还是别唱了，我太紧张了，我。哎呀，其实很正常的，我也经常紧张。你看我演了这么多回吧，我每次上台之前，我都紧张的想吐。我现在看着你就想吐，什么意思？不是，就是紧张啊，想吐。那怎么办呀？我就不是这块料。咦？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呀？你等一下。
下哦。哎，我等一下哦。你好好往心里去，好好用心背背词儿，别老拖我后腿。不是我这腿都这样了，我能拖谁后腿啊？你哪条腿是后腿啊？就拖这条。我看你有两条后腿。你也喝不了多少，你再来一遍吧，听你的。嗯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走。我像是天分不懂难掌握，唱不好的我爱你。错了，再来一遍。我像是天分不够难掌握，唱不好的我爱你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笨啊？是我像是天分不够难掌握，唱不好的你爱我。是你爱我，你爱我。对呀、啊，是我爱你啊！哎呀，是唱不好的你爱我。你说的对，我唱的不好。嗯。可我爱你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？这个是你爱我。唱错了，我唱对了，过点咸菜啊！哎呀，喝水，我亲自腌制的。来来，你们多吃多吃。行了，这回开开心心吃点啊。是啊，这真不错。